没有啊。我们年纪大了，不懂也不会啊。我先直播一下。你进，你先动作。哦，我先。你少数民族的是吧？对，我少数民族的。有哪个族呢？彝族。彝族？嗯。哦。祝我好，家人们。这边的话没有彝族，只有四川、云南那边有。阿紫，祝我好，祝我好，祝我好！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你们的宝贝女儿倒了，感冒了，感冒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，你们看我眼睛都肿了。衣服拉好了，可以，我刚刚测那个体温。你们那边很多甘蔗了啊、哦？嗯。很多刷抖音，我是哪一年？我去大凉山那边。你去过那边啊？我是全国志愿者协会的会员。哦。那个就是在疫情期间，疫情前后我都有去过那边。哦。去过去那边，做志愿者嘛。哦。然后我就看到去医院里面。看到很多他们很多大凉山的人，就是一个带一个，一个带一个，他们在那里挂着盐水，都还在，还在带别人，叫他怎么，反正那手机叫他怎么开，叫他怎么开锅啊那些。哦，还没有吃饭，还没吃饭，家人们，直播了女儿，对，我直播了，我懒得等，要等还要等好久，所以就跟你们聊一下天。你们都在干嘛呀？先吃饭。不想吃饭，没有胃口。不想吃饭，没有胃口。不是会喝红果牛。谢谢加入粉丝灯牌，对，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多喝水。好的好的，因为这里天气凉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天气凉了。我的话老是就是换一个地方的话很容易生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天气凉了嘛，就容易感冒。没事啊，喉咙痛，所以就是那个，要不然挺好的，打一下消炎针就好了。哦，这楼还在外地，对呀、啊，还在外地、啊。等下还要去工作呢。嗯，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阿姨，谢谢乐乐奶奶送的墨镜，谢谢。不打一下吊针的话，工作没有精神。谢谢加入粉丝灯牌。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你们吃饭了没有，家人们？嗯，跟我讲话呢。啊？他讲话呢，我以为他跟你讲话。吃过了是吧？
啊，我给打这个电针，嘴里面有点苦，是正常的哦。啊，正常。嗯。嘴里面有点苦，谢谢岁月阿姨。你在医院吊水吗？对对。走，我睡一觉。好的，我睡一觉再去工作啊，等一下。怎么样啊？没事，小小的感冒，小小的感冒，没事。你们看我对不对？挺好的呀，就眼睛有点肿了，是因为喉咙痛，所以昨天晚上睡不着，没睡好，所以眼睛就肿了。别熬夜，晚上早点睡。好的，保住身体，那必须的呀，必须得保住身体呀。对不对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帮我点点赞赞啊！直东西直播是。点屏幕，点屏幕就可以了。对，点你的手机屏幕就可以了。一直点屏幕就。对。来这里打吊针，一位很好的阿姨在这里给我打吊针，感冒了啊，感冒了。天气转凉了，你们也多保住身体，多穿一点衣服，家人们。现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感冒的，多喝白开水。好的，保护身体。一个人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苦呀，嘴巴好苦。谢谢啊，有水吗？啊，谢谢，这个阿姨真好。他说给我倒点水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就让他们说吧。你们是不是现在在跟我聊天的都是不上班的了，都不用上班的，可以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不用上班。好嘞，谢谢。刚好嘴巴有点苦。老阿姨爱你，注意身体，我是你的老粉丝。好的呢，我会注意身体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注意身体，主要是这两天冷到了，冷到了，晚上风有点大，知道我讲吗？晚上每次回去睡觉的时候都是风有点大，所以呢冷到了，多喝水。好的好的。今天我给我们看看，今天早上去了一趟工厂，去了一趟工厂，然后实在受不了了，实在真的不舒服，我就打彩的，然后我就过来打个第二针了。我们还要放空调呢，哇，那。我上班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的，你们去上班吧。我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开了空调，第一天还有点热，白天倒还好，晚上就有点冷，冷松松的那种。我倒有点怕冷了。我买了一些药吃。昨天买了，前天买了一些喉咙痛的药，
但吃了也没用。吃消炎药没有？我吃的就是消炎药。跟他去了还是在待在家里的？现在打的是消炎药。好，那家嘛，我感觉我打第二针，我有点想困了，我睡一会儿好。好不好？嗯。有点困。我睡一会儿觉。拜拜。对，过来我这边玩。拜拜。